大家好，这里是老师。今天呢、是周日，来狗市，来看看都有什么狗。走到上面，这狗市啊成羊市了。你看现在狗市这么多羊，来咱们也上羊市看看，逛逛那个羊市，看看羊价怎么样。看看这狗市，这狗市啊上面就成卖羊的了。走吧，咱们去看看羊，看看羊价怎么样。哎呀，这大奶羊，这大奶羊不错。这羊怎么卖的？4500。三个都要这些价吗？要4500。来看看羊市，这玩意都是要价。这是羊多。我这我头天给了的。看这几个大羊，这羊怎么卖的？这个要2500，这个要2500，这个两要2500，里头这个呢？这个2000，这是公羊。看出来长胡子了，长胡子啊，大公羊。这羊多大口了？几岁？20。多少岁？这都奶羊。这奶羊多少钱呢？3000。啊？3000。要3000。这么大羊，母羊要3000，这个奶羊2岁要2000。这羊价现在要价是这价，这羊要多少钱呢？2000。啊？要2000，这羊价基本是这样。底下小的呢？啊？1100这么大？刚这么大羊要1100，值不值？都是卖羊的多，但是吧，现在吧，有一些不知道这个市场狗市能卖羊，这个要多少钱？这个叫这么大的，要1200，都差不多2-3000块钱。这买羊啊，就得自己来看，自己挑。1800大羊，这羊是快下崽了的，这个，这马上就得下了吧？这个怎么瘦那样？快点儿那不是撸奶的，1300买的，我不证明你是我还给我赔我爸我妈了，直接抢了。看看怎么挑羊。老德，你这羊哪儿都行。我卖，啊？大哥你要要？卖了？我没卖，我没有，刚好。这羊看牙和看牛看牙一样吗？基本差不多。看看口。这羊市啊，到处都有羊。这个刚卖完一个走了，这买羊就得自己来市场自己挑。这个大羊牙也挺好，挺胖。这都是卖羊的。狗市卖羊。人都说挂羊头卖狗肉，现在这就不是了，现在羊比狗值钱。哎呀，这大奶盒可不小啊，看着 大奶羊。这个出奶能出的多呀，它得10斤以上。现在这羊市啊，不知道狗市小了，现在一半啊都在羊市站上。现在羊的价格，刚才也问一下，大羊大概是这样，但是都能讲价，这都是要价。要是看羊买羊啊，也就可以上这个市场上来，自己来看，自己来挑。好，今天这个羊市这块，狗市卖羊这块，就大家分享到这儿。大家对这块还有需要咨询询问的，请在我评论区留言或私信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